Hey yo, what's up, guy？ 欢迎回来 ，Mr. L Student， 我是 JJ。那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呢继续来王者荣耀，我们来继续玩白起。那白起呢是一个有非常强大这个团控技能的一个坦克，然后呢，他在这个守塔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出众的。那基本上可以说，有白起在底下的塔基本上是很难被攻破的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继续开始。那有人来攻塔呢，其实不用慌张啊，我们尽量呢去把爪子放出去。哎，这里没有放他出去，好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他血也不多，他跑了，那我们就不要追了。好，先把兵线清理掉，然后我们找找机会，看一下他有没有回城。哎，有机会了，我们一个大放过去，放爪子一技能啊，一套完美的一个连招，那就把敌人带走了。好，好，那白起呢，在前期呢要留意的是，就是尽量呢，如果对方有两个人呢，就尽量归一点塔啊，赶紧把剑人升到四级，有大招呢，我们就在宝塔上面呢就很有优势了。然后呢，万一成功击杀呢，就是尽量去点一下塔。快点把上路的塔推掉，那推掉之后呢，我们就有资本有时间去支援别的路啊，就玩游走这样子。那基本上呢啊，白起这个 gank 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出众的，因为他三技能大招的位移。好，那在上路呢有时候很容易被 gank，那所以呢，小伙伴除了要多留意小地图，看一下对面的打野在不在。那好了，如果兵线退太外面呢，尽量还是不要出去太多，就免得人家在草丛里等着，然后你出去，哎，你想跑都跑不掉。尽量呢，保持你在塔，不要离塔太远的范围。那等兵来了，你看是不是过来了？好，我们一样三二一，好，这样接下去，那他就死了。啊，他虽然跑走，但是那个塔呢打到他了，那个塔那个万一锁定他，就一定会追踪打到他身上了，所以他放走了也没用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用二，来，那成功拿下两个人头，啊，非常好。好，关于装备呢，我们呢首先出了鞋之后呢，我们出霸者重装。那这个技能呢是白起很核心一个装备，对于他回血上面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。那你看我们刚刚血那么少，现在呢就回的差不多了，又回慢了。好，中路我们没有机会，那哎，我看到下路有在打，好，我们可能有机会。那我们现在去下路打，你看我们的血已经回满了。好，一个三技能放过去，一，好，他根本就已经死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原来不要怕，我们是坦克，就一直抓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抓不到没关系。那好，下路呢，我们就顺利把这个塔就是带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第二个装备买不祥征兆，那有敌人攻击你呢，就是有这个减速，减对方的攻速。那白起呢是一个挨打的一个英雄，就是说，哎，他如果想创造伤害，他一定要透过别人打他，那他这样来创造伤害呢会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起如果受到这个攻击，那他呢会触发，有几率的触发他的一技能。一技能呢，啊，转一圈这个镰刀啊，血之回响。那他除了能吸血之外呢，也吸到一定输出，也是白起为数不多的一个攻击的技能啊。但是他一直挨打了，挨打的情况下才会有几率触发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就把这个挨打的，既然要挨打，那我们就买的装备就要去考虑，是受到伤害所触发的一些装备。好，这个三
二级轮洗脸还没好啊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继续往后面走，去中路，看到不论是玩什么都好，我们对这个地图关呢 很强调对地图关一定要好，你要看到留意敌人在什么位置，自己队友在什么位置，兵线在什么位置，就是我们确保呢兵线呢要推出去，那兵线推出去之后呢，我们有更多的视野，那我们不论在打野上面呢还是什么上面，我们才会有优势。比如我把下路兵线推出去了，那我就很容易把对面下路的那野区也控制住。来继续一样，3、2、1，很轻松又拿到人头，只要附近有队友，你这么一套箭放过去，除非你的队友怂没有打，不然的话他有帮助输出的话，一来被你3、2、1过去的人他打不到你的队友，被你控制住了，完全都有大概2秒多的时间，他是什么事情都没法做的。然后呢，你队友这个时候应该就能把敌人消灭掉。好，第二件装备我们出了3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眩晕也带上。我是觉得白起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，就是带眩晕。好，人有点多，撑一下啊，撑不住了啊。好吧，阵亡了，4个人，你看4个人打我，也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白起这个防御是非常的高的。然后呢，他的血量越高，他的伤害也各方面也就越高。所以呢，把在符文上面呢，我们可以考虑买调和，这些有加生命的这些符文。好，我们第三件不死鸟之眼。不死鸟之眼呢，就会增加你恢复血量的那个多少，那配合一技能啊，各方面呢，霸者童装这些技能呢，基本上我们是不用回家的，可以看刚刚那么久都没有回家。好，三技能呢，尽量不要那么轻易的交。哎呀，没抓住，可惜，没关系。因为三技能呢，是一个很大一个团控，如果你太浪费在某一些人身上呢，就有点浪费。等，如果你的队友有资源能来到了，然后呢，你再去使用这个三技能，就比如说你后面有很多队友跟着，那你用三技能都没问题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就尽量用二技能去牵制着敌人。用二技能牵制着敌人，但二技能呢，一般来说是很难能牵制得住的，因为它那个时间比较久一点。所以呢，也有剩余无聊了，能牵制就牵制住，牵不制不住那我们就算。那你看按照这个进度呢，我们就很快了。团战的话呢，白起的控制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，所以呢有什么不用怕，顶着，你以为你血没了，然后你一下一技能转一下，你血又回来一些，顶着他啊，没关系哈，我们这局呢就这么轻松就这么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点赞，这里是 Mr. L Studio，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